好。对啊。这样子好，可以了。这样好。好。伞可能高一点会穿。就是这样，这样子高一点，直的高。好。OK， 那刘大哥，可不可以您说明一下今天的意义跟您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今天这个藤寮要重新复始，我觉得相当的高兴，尤其是很有意义，因为民国80年8月31号就是我们东势支线最后一班车，今天也是8月31号，是100年的8月31号，整整一整年。停止已经一整年，今天能够把它复始，那意义相当重大。尤其是这辆藤银号，藤银号列车是124年前刘铭传开第一条铁路的时候，向西德定制了两辆机车，那个藤银号跟一峰二号，藤银号它是藤银一号。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它复活。我心情相当的高兴，而且124年前的车子，现在世界上只剩下3辆，而且它都是只有静态的保存、静态的展示，而且我们都是这辆能够动态的行驶，可以说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辆藤银号最型的车，所以我今天能够参与这个活动，我心里相当的高兴，我也要感谢。林总，他能够花那么多的钱，那么大的资金，去打造一部藤银号列车，使我们怀念以前的124年前，他的蒸汽火车就是这个模样，坐起来也就是这个模样，所以我今天的心情我是相当的高兴，谢谢。那其实你有没有想过，20年前，您也是最后一班的？的工作人员，那20年后，您这段期间，您会觉得东势这个地方跟铁道的关系，或者您会不会觉得这20年来，你会有没有少一些什么，或者怎么样？你感觉？这条东势支线正好停驶了20年，就80年8月31号最后一班车，到今天刚好满20年，这条路线停掉，我觉得相当的可惜。因为这条路线当年还在跑的时候，可以带动整个东势的繁荣。像集集线，他们集集线没有废掉，所以他们今天的集集整条路线的繁荣是一条铁路的带动。所以这条路线既然已经废掉了，也不可能再恢复了，已经变成脚踏车专用道。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用这辆在东势园区内来行驶这辆藤银号，也可以代表说，好像这条路线又复活起来，希望能够把这辆带动起来，把整个东势又把它带向以前东势支线没有停掉的那个繁荣的景象。那其实有东势这边有铁道的记忆，应该也是20年前的，算是老一辈的人。那对于这边来讲，新一辈的应该也没有这个印象。那您觉得说这样子，这个部分会不会就是有点把以前的历史，然后把这边的文化，就某种程度的把它连接起来？对，这个是民国48年元月12号通车，本来它是预计可以50年的华木，它主要这条路线通车，最主要就是在应那个大雪山林场的。原木，但是呢，因为现在都是用现代化的机械化伐木，那个效率相当高，所以没有30年就都砍光了，所以就没有木材可以运，而且客运方面也都是汽车业现在比较发达，比较方便，所以客运方面也比较少，而且一般的民生用品那些现在都是直接用大卡车直接运到，不要
用火车来这边又要转运，那个手续相当麻烦，所以才会停掉。这条路线停掉是很可惜的。像刚才你讲，年轻一代的他不知道，有些人已经不知道这个原来就是跑火车的，而且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跑蒸汽火车。哦，现在这个脚就是以前的水塔，到这边一定要加水，是跑蒸汽火车的。所以你假使这条路线到今天能够留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让年轻一代的也可以怀念以前的东势线是什么样的情形。今天已经既然废掉了，我们也没办法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我们只好用一些另外一种方式把它动起来。就像我们这辆腾云号在东势园区把它绕，让他们回忆以前的火车，还有种种的情况。124年前的那个蒸汽火车就是这个模样，而且我们这个还可以让乘客来搭乘，体会到124年前的火车就是这样走的。
做狮子路。对，今天不在你啊。今天他要担任首航的汽车长。哦，是是。这里。哦，在东四支线，他也是当年工作之后，他就要进去，我说在这边。是。如果46年，应该45年，像这种灰快车，也是他担任首航。哦。再来就是光华号，55年，也是担任首航，这是相当优秀的一个司机了。所以，很多件比较的，但是我们现阿福啊，阿福啊，所以等一下是。要不要录的话，现在有时间。好，对啊。看起来不太可能，为什么？要拿一个角度。蔡大哥，那您多久没有在机车头上呢？这个正机车啊，机车电气化以后我就没有。那时候有退休了吗？还没。还没退休，我77年才退休。77才退休。哎，对啊。哦。所以你看到这个很熟悉。这个。嗯。这个，哎呀，我们该看了100多吨的呀。对。那小火车嘛。是。
末代站长，末代站长，末代死的这是。其他的基因所有的车种，命令退休，你要想要办不行，就改不期了。无啦，现在做检查员，检查完了，检查员，还赚钱呢。我无讲。你啦，你休假。退休的东西你。有下没下，只把不盖啊。站一排，站一排。到柴电机车、柴油客车、电力机车，所有的台铁的车种都开过，只有那些通勤电联车、太鲁阁号是我们退休以后才引进的，所以那种车我们就没有开过。而且这位列车长艾美美小姐，她是我们藤井道的列车的列车长，她为什么会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他当年是专门坐东势支线通学到台中去念书，我拍纪录片的时候偶然的机会去发现了他，所以等一下他说那部纪录片可能会放，他就里面的通勤女学生，当年的通勤女学生，我们那个纪录片是末代站长杨站长，他今天说头人不太舒服他不过来，还有末代副站长，我是末代火车司机，还有卖菜阿婆，都是找您坐我们的这条路线的。还有这个女通学、女学生通勤的女学生艾美美小姐，所以今天能够当我们的列车长，我也感到很荣幸，而且又然人又长得跟她的名字一样，美美。而且我们这一群里面。就是我们老前辈蔡东灿，他是我们的老前辈，他是从东势支线通车之后，他就开蒸汽火车跑东势支线，一直跑东势支线，后来还有那个45年引进了一批，从日本引进了一批那个柴油客车，命名叫做灰快车。每一节车厢都有一位服务人员，我那个十几节连挂在一起，出来那个服务小姐，十几个，她是相当的威风，她是首航的司机员，蔡东灿先生。还有，民国56年5月31号是蒋公诞辰纪念日，台铁开行了一趟列车叫做光华号，那个速度。是从台北到高雄只要4:45，时间最短，而且也是当年最高级的一种列车，也是他担任首航。还有电话以后那个自强号
从英国过去来的第一批的自强号，也是他担任首航。你从这几点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的优秀。为什么铁路局会选这种人去当首航？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找到这么优秀的一个司机员来担任我们的腾云号的首航机车长，增加他这一辈子就又增加了一个光彩的一个记录。